7月30日，山下智久和韩庚相聚在一起吃火锅。韩庚一身白色印花 T 恤，显得清爽宜人；一旁的山下智久则花色衬衣搭配长发，帅气迷人。对面满桌的美食，两人显得心情都相当不错，并现场直播连线了金在中，让粉丝惊呼“活久见”。不过直播连线中，韩庚和金在中说韩语，金在中又和山下智久说日语，惹得网友调侃：韩庚和山下智久给在中打电话，只是为了让金在中给他俩做翻译吧？韩庚小声地跟山下智久。还有工作人员说在中现在在日本，在中也说八月要来中国找韩庚玩，看来两个人私下经常有联系呀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